你什么时候走？跟您再聊两句，一会儿就走。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？你一个被淘汰的选手。别说，您得给我说说我呀。我有什么可说的？您徒弟，您说说。你谁徒弟？您徒弟是？我怎么不记得呢？别介绍，这淘汰别从郭家门给我淘汰了。徒弟都已经参加下一趴了，人都坐车奔古北水镇了。没一会儿我自己打车。你比他们厉害，你比他们厉害啊。嗯，刚才王九龙上我那屋去了。进门一屁股坐在那儿，好家哭得跟水人似的啊！行吧，一会儿找着王九龙，劝劝他，哭成那样，你倒没哭，我看他哭得不行了啊！我们俩都哭太难看了，我都准备把他跟秦霄贤捏一块儿，秦霄贤又火，他要跟他俩人一定得火得比你火上加火，你信不信？信，你不信？那咱来回事。我说信师傅，我大点声，继续努力吧，少爷啊！好嘞，师傅。马上龙子科要招生，我给你哥的龙子科，你算大师哥，好不好？我不当这个了，是吧？我真不当。你叫张九龙吗？不是啊？别，我们俩改一个艺名了，跟大南，是不是很好？大南你不用考虑了，王九龙已经跟着秦霄贤在一起混了俩人啊，俩大网红以后人家是啊。现在这屋里他们都不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觉得他们上去了把你刷下来，你服吗？我服，是吧？都比你强，我可能是。就是我不听这个没用废话啊！你觉得他们真的比你强吗？有没有让你觉得不服？你看我比谁谁还好，凭什么他那什么我倒下来了？这个有没有不服的？没有。哎呀，他们都说咱这个节目里边有这个金手指啊！你自己说实话，咱们这到底有没有金手指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啊，你既然也承认没有金手指，比赛一切都光明正大的是吧？那就回去继续努力吧。行啊，行吧，去吧。哎，得嘞，门在这边。哦，好嘞，拜拜，朋友们。哎，张九龄。哎，师傅，来回来。其实吧，行，你走吧。得嘞，拜拜了，朋友们啊。哎，你干嘛看我一眼啊？拜拜，师傅，我是在跟您尊重道个别。你给我回来。师傅想让我健身减肥。哦，你刚才站在那儿回头看我一眼，倒是挺打动我的。真的，我特别想过去踢你，是吧？哎呀，其实这个金手指要试试也不是不行。其实咱们的节目是三期一淘汰，还有一期。嗯，就是师傅下期我还能坐这儿跟您再聊这么一回。你还有机会，其实这就是金手指点了你了。谢谢您，师傅。待会儿你也可以呲儿啪的喷点香水，坐车奔古北水镇了。